在这里要跟大家宣布，就是我现在本人已经在五月天三 DNA 追梦的首映会的现场。我是五月天的忠实粉丝，哦，真的吗？我只是代表大家站在这里，我还绕了好几万人来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大家长，行政院新任局长杨友明局长，以及朱延平导演。好的，现在在舞台上看到的是我们的主管机关行政院新闻局的杨局长，我们请局长代表啊，是政府来跟大家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朋友们跟我们的伙伴们一起来说，谢谢你哈。五月天是大家的偶像，你应该也跟他们歌曲很喜欢吧？非常非常爱他。真的哈，待会要带面子进去，有一些感动的故事会让你落泪的啊。品冠呢，有什么祝福的话？我也废话少说，就是大家一起支持五月天的追梦，然后我相信有机会打破阿凡达的记录。五月天一定要的啊，不管是什么公司都要力挺，对不对？力挺五月天，然后支持国片，是，然后还要宣传，因为明年台湾有演唱会，是。哦，也宣传你的演唱会，吓我一跳，我愣了一下。好了，也是要提一下，那佑嘉也是很爱音乐的追梦人，加油加油！哇，这个音乐教父真的是非常平衡的五月天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宗盛大哥。之前自己在拍电影，你也很忙碌着吗？我是因为五月天才进入这个圈子的。怎么说呢？温柔，哎呦，真的，在比赛的时候就写唱片。对，然后我第二次复赛的时候，我唱的是李宗盛大哥的《阴天》。哎呦，还真巧嘞！就是这样子的缘分，是我一定要来支持五月天。徐翔得主哇！大哥今天有没有很感动？您的弟子真的是功成名就。看五月天这些年一路走来啊，我觉得自己当初也算很有眼光。是啊，肯定是。来，掌声给大哥鼓励一下啊！真的是很有眼光啊。可是靠的是他们对音乐的热情跟坚持。是啊，现在还演电影是吧？对，给予热烈的掌声好不好？电影明星五月天，谢谢大哥。五月天，优秀优秀，恭喜恭喜！今天此刻重回西门町的感觉如何？我们请刚刚在影片里面，我们有看到你十几年前好 UK 的样子，阿信先生，今天感觉如何？今天感觉好像有很熟悉又很陌生，因为以前来都是街头签唱会，但是今天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很盛大的首映的场面，然后对啊，就是很特别的感觉哈。对，走刚刚那个星光大道的感觉，有没有觉得很奇妙？变电影明星了啊！接下来搞不好就要去金马奖了啊！加油哎！好，怪兽先发表一下，重回西门町感觉如何？其实我觉得就刚刚好像有地震的感觉。哦，大家的力量震动了，对，我一直想要确认到底是不是真的地震，其实是你贫血。对，我也其实觉得头有点晕眩，是亢奋。对对对，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刚刚尖叫声也很大，然后大家的支持，对啊，从其他现在都没有变过这样子，对，其实真的是满满的感动。来，九桃，我刚才看就是我们那个龙王的片段。然后有几幕就是都涌上心头来，然后尤其是看到就是刚才玛莎有抱怪兽，然后我就想说我们五个人好久没有拥抱，来，我们五个人一起抱，对，五个人抱一下，五月天万岁，加速 rock， 谢谢，我们请总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，看到。希望各位歌迷、各位朋友来支持他们这部电影。那我们一直担心，有一点点担心，现在大家每部电影的票房都这么好，我们也来支持五月天这部电影，让我们创造一个票房新纪录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。谢谢，定位的。没有，因为刚走过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一条街，其实第一次我们在这边做演唱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地方好大，好空旷。可是今天忽然觉得这条路
虽然很长，但是它变得好窄好小这样。然后我，对，我知道不是因为五月天的努力的路很长，但这是其中之一，而是有更多的朋友帮我们把这条路已经都围好了，然后让我们可以顺顺利利的走下去。没错，对，谢谢大家。100人的时间，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们今天是电影明星中的新人。对，那刚刚一路这样从最前面这样走过来，其实两手到现在还是整个是麻的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此时此刻还是非常的紧张。那这一部电影拍完，那我觉得我们也拍出兴趣来了，希望会有下一部，谢谢。我相信苦涩的眼泪，我不信甜美的誓言，我相信音乐就该愉悦，相信有你的枕边，我不信无声的和谐，我不信渺渺的瞬间，我不信念念的永远，我相信渺渺的瞬间，我不信念念的永远，我相信。